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燕薇 Evangeline。 那今天呢，我要选唱的歌曲是我的专辑里面的一首歌，叫《天使亲吻过的声音》。那我为什么想要选唱这首歌呢？其实我也来到台湾五年了，之前是在念大学，然后我想要为很多世界各地的游子，然后还是跟我一样来到其他国家念书，给他们一些力量。所以透过这首歌里面，其实我也写了对家人、对父母的思念，然后他们的声音就像天使亲吻过的声音一样，在你的心里会给你力量继续往前走。世界不再需要